太常染，对，太常漂吧，漂头发，头发都会断光。对啊，我现在头发一直在掉，觉得啊，都是头发。现在身上紫色薰衣草，跟你们说，一不是单身节，一是购物节。对，所以我昨天过十二点我就疯狂购物。过十二点，因为十二点通常那个优惠券都是十二点开始发放，然后很快就没了，所以我就是守在我十一点半我就设了闹。之后呢，就十二过十二点我就买了，这样子不错吧？买了几双鞋，我买了一双而已，还好啦，还好，我就买了一双鞋。我原本要买两双，但是我的理性控制住了，买了一双 Jordan， 还好。啊！救命啊！你看，都是头发。好心疼啊，这真的会心疼欸。好了，我今天的心情，我要来听这个。太久以前了。听 Super Junior 的歌，今天是适合听 Super Junior 的日子。不要一开始就那么难过。先这样。Hello， 谢谢我机长送的 Kiss 九九。咦，对你无效。Hello， 卡丘。Hello， 吴太医，谢谢卡丘的分享。Hello， 宣扬。Hello， 桃花哥。听起来没错。今天是听说真的日子，我喜欢的两个团体都在就刚过完周年，一个，我先吃个四。干嘛？我已经很久没有喝，然后每天都被他骂。对，但是我都错过了。唉，什么都错过了。一个十五周年错过，一个二十周年错过，哪个是啥？胶原蛋白饮啊？胶原蛋白，喝了会有胶原蛋白。不要选一二一，不要，今年的一二一千不要，现在才知道可以啊！哈哈，真的假的？谢谢。哎，怎么没有显示出来？准备要过二十，先不要。人生的二十周年是吧？我觉得可以先缓缓，先不要那么快就过什么人生的二十周年。对，今天是熊美的生日，但她今天没有开直播，真的是。那天在抽那个，抽什么？换日换座位。
对，他说他留给自己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吃巧克力，所以没有讲话。第一次抽座位就试过八块，有啊。我说，我今天第一次啦，这样对我吗？真的是。谢谢谢谢，但是被我就是抽到后面的朋友们，不好意思。就是是不是你的出道曲？谢黑流星送的全力声援。是熊妹的锅还是你的锅？可能一起吧，完全没有人发现呢、欸，真的没有人发现。被抽到后面，一人不好意思，今天感觉心情好，可能我今天没有跟你讲，我昨天哦很晚睡哦，应该也就四五点才睡，结果我今天十一点就起床，但是我完全不困。就十一点我就自然醒，然后这样是不是有点早？我总觉得我有点累，然后再转个身继续要准备躺的时候，就这样奇怪，怎么没有想睡觉的感觉？然后再往旁边躺一下，完蛋了，好像真的睡不着。然后再起来滑一下手机，然后滑手机之后我就完全醒了，所以今天就是很早醒的一天。怎么是？因为我生理时钟还没有调回来，调不回来、欸，好难调哎、欸。跟对，就是有点难调。对啊，我也觉得有点太晚睡。没关系，我差不多调时钟了啦。那个运动会要早点睡。谢谢黄色星，谢谢草。记得为什么那么晚？因为我六日的时候都大概七八点就起床了，就是都七八点要起床要练习。然后礼拜一的时候，因为七八点连续两天七八点起床太累了，礼拜一的时候我就会睡到大概十二点多一点这样子。然后当天我就会。这礼拜一晚上我大概就会三四点才睡，因为就睡到下午就很晚嘛，睡很晚，那就是要三四点才睡，然后就会变这样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，睡到一点真醒了。不过七八点才睡，早七八点才七八点就起来真的是很难过，就是假日然后你要七八点起床，然后连续运动个五个小时吧，想一下，对啊，五六个小时，五六连续五六个小时，我跟你讲，那个真的是早上，然后你。水肿。先是来谢谢生日会第二首，耶！九蛋，不客气不客气。你之后复学怎么办？其实我好像没有差哎、欸，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也是长这样。很多事才十二点感觉很棒，七点起来做很多，没有累死。我们没有做很多事，我们就是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。然后，我们超好笑，有一次超好笑，我们九点练吧，然后我就觉得已经过很久了，然后就觉得好累哦，怎么过那么久？然后这样跳跳跳跳跳，跳完之后，我们就偷看了一下老师的电脑，看现在几点。我跟美玲就偷看老师电脑，看现在几点。然后结果十点四十，我们九点开始，然后。我们觉得很累，应该要十二点，结果才十点四十。当下我们两个就长这样，我们就这样，美玲说现在几点了，然后我就这样，十点四十七，然后美玲就，我们
难以置信，为什么呢？对，我没有在管上不上学，我之前上学 都是心情好就去学校，心情不好就在家里睡觉。然后有一次练习完，然后我们就感觉就是做了很多事情，还练习了运动会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就还吃完饭哦，吃完饭之后发现回到家，我就觉得应该七八点吧，就回到家啊，五点多，呵呵，才五点多哎，然后但是我就好累，我好想睡觉，然后就赶回家。我们没有放饭这个东西，我们就是一次练习到下午结束再自己去吃饭，我们中间没有放饭。没关系，你好，差不多。我们没有练跑步啊，我们没有练跑步，我们只是测个跑步而已。我们没有练。就测测试而已。现在说要拿第一，英主也说要拿第一啊。吃点巧克力，不会，我们叫做练习的时候，当然会吃早餐啦，还是要吃早餐。朱之晨晨，英主不行吗？晨晨不要跳远就好了，其他还行啊。没有，跑步有点慢，没事，我们其他人可以 cover。 最近怎么了？大家最近怎么了？什么有我不知道的事情吗？请问大家最近怎么了？我也才几天没看到他们，我也才三天没看到他们，大家怎么了吗？没事，跑得慢的我们来 cover 就好。 Hello 沙鲁大地，下午好。跟你讲，我们每天都在开会哦，我们每天都在开会哦。卡住了，重进。好的，我现在每天都在开会，开运动会的会。怎么了？每天那个群组一直叮叮叮叮叮，然后我就想说今天又怎么样了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就看一看，好像没我的事，然后继续，然后叮铃铃又怎样，好了，发个声好了。然后日本啊，啊，没事，他之前不是就说他想要退出了，差不多了。有已读标示没有？有时候会连答案没有点开，我真的我不会，我其实我会觉得啦，已读比不读还要坏吗？我不习惯已读欸，我读了就会回，但是我通常不回就是没有读。接下来分崩离析。对啊，也还好啦，他们现在还有 Jump 啊什么 KP 撑着，还可以啦。直接偷看通知，对，真的真的预览性质。
我都预览讯息，然后断定重不重要，不重要我就完全不会回，我也不会看，就是看个预览这样，然后重要我就回个几句这样子。不知道，一种是有知道有讯息，我是有时候是真的不，因为我不喜欢看讯息，就是我很少点进去 LINE 或者是那种小盒子之类的，很少点微信啊，然后还有什么，反正就是那种我都很少点进去。之前是否换了副社长，我不知道耶，反正上面都换人啊。Hello 雨萍吗？雨萍，23还是34？通常都是999加，对，哎，聪明哦，是999加没错。IG 我会看，可是那个 LINE 就是真的就是，我猜应该9999了。那要找易云电话或打 LINE 比较快，好像是哦。6165吗？没有。三声雨萍，好的雨萍。我来说的，中文不太好。Hello 小僵尸志宏，可是打电话或打烂我也不喜欢接电话。严格执行，换 Taki 吧 ，Taki 龙泽秀明上任之后就严格执行了。对啊。然后就把 Snowman 推出来，换一个，这有点吵。Hello， 人好。哦，我的头发，是看了真的是啊，头好痛啊。哎，有发箍哎，等一下。啊，我要戴那个，等我。发箍，嘿，嘿，这是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。最近有在玩动森没有？我最近是有点耍废状态，什么都不想做。要带这个吗？生日快要带的话，我就不会再现在拿出来了。我最近是耍废的季节，天气变冷了就会很想耍废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有道理吧？摆个 pose， 连这个也要耍废。生日会要带更华丽的意思？为什么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这样说啊。你永远猜不到林依云要干嘛。两场都知道。那你的运气蛮固定的、欸、其实。对不对？飞宝，你的运气好像蛮固定的。直接穿啦啦。不行啊，要配合大家，不能总不能叫其他的穿什么？哎，突然忘记叫什么，丁丁吧 ，DC， 小波，总不能叫他们穿小波吧？蛋糕裙对吧？林玉云的字典里面没有出现过蛋糕裙。每天都在吃巧克力。今天真的是好快天，是上英文课吗？
上英文课前一天在新闻上看到 sorry sorry， 我还记得，我印象超深刻，我印象超级深刻，就是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喜欢上 Super Junior， 那时候是喜欢师弟团 SHINee， 但是那时候反正就很红，我记得是小学三年级上英文课的时候特别有印象，这样子吗？以前2009啊，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2009年三级第三张专辑，那个八九 baby， 居然这么久以前的，留级装为什么？国外回来吗？为什么会留级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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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来说一下我昨天抢到了什么东西。哎，真的跟你们说，虾皮真的优惠很多，免运券啊，什么什么，然后要抢这样子，还不错哎。我看歌词，有点快。差不多国一，差不多啦，就是童年嘛，小时候的。Sorry， 那个梦就那个八九 baby。而且随便一 Q 就是 Sorry 这首歌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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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谢谢情无上的紫色薰衣草，所以我买了什么？一双鞋。然后嘞，化妆品，可是化妆品没有乱买，就是买我用完了，我把我的修容饼摔碎了，然后就也是用的快差不多，但是就碎掉，就已经用差不多快就底了，所以那一块会跑来跑去，然后就觉得很烦，然后我就把它丢掉了，因为就剩一小块，然后一直跑，然后就是很烦，然后所以我就买一个新的。然后还有那个亮亮，这个亮亮我也买了一个。那还有什么？买了衣服，对，买了衣服。我买了什么衣服？忘记了，反正好像买了蛮多衣服，可是我忘记了几件了。好像就是有买，但是。跑到最前面，为什么？哪一个？你们一定猜不到我 Super Junior 最喜欢谁？我讲过吗？好像没有。我那时候很酷哦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最喜欢他，然后大家全部的人都觉得为什么这样的感觉？因为我很小就很喜欢他，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哈，为什么这样？不是东海，东海是我妈妈喜欢的。哦，对，玉人，对，我好像有讲过之前。东海是我妈妈喜欢的，我喜欢银赫。还蛮伤感，不会，我111是最开心的一天，因为就是买东西很便宜啊，真的买东西真的很便宜。另一个是银赫。请记得，银赫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玩了，五年级啊，之前还是五年级。买了啥？就是买鞋子啊，买衣服啊，买化妆品啊，都猴子。哎，好像真的是哎，好吧。今年都银赫也34岁了，又买了笔电没有买，要突破50层，差不多得这一拳。我以前小时候真的很喜欢猴子，以前的吊饰都要猴子，以前挂在包包上、书包上都是猴子。
但是长大之后就觉得为什么要挂红丝在书包上，我把它拿掉。那个国中的时候就把它拿掉，小学的时候都是猴子，所有东西都是猴子，铅笔也是香蕉，上面有猴子。小时候真的都是猴子，因为太喜欢银河了。新晶片电脑是啊，我只想买那个，那叫什么 Air Mac 吗？还是什么？就小台的那种，只想买小台的。回唱。真的，我小学书包真的都是猴子跟香蕉。对，这首也是我小学的歌。我最近又回坑了，我中间出坑去犯 J 家，但是最近又回坑了，因为最近 DNE 又回归了。其实我也没有出很多坑，因为去年 DNE 我也有去，演唱会我也有去，就是 DNE 回归我就会回坑，然后再出来，然后再回去。进吃啊，我没有吃香蕉，就是那时候是为了拔河队吃香蕉，但是我的调是什么，就是都是猴子相关，所以都会有香蕉。就是有点淡出，没有以前那么疯。以前是因为韩圈不是都会有应援站，那个年代，我那个年代还有一个什么宝蓝什么首站还是什么的，那个年代我不知道，现在好像没了，对不对？现在都是 Twitter 什么的。以前有一个就是特别的一个网站叫什么台湾首站还是什么的那种，然后还有什么版什么版什么版银河版什么版什么版的那种。我之前，我想一下，很久以前韩国的粉丝站这样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哎，真的是我那个年代，我那个听起来好像很久以前，大概就我小学那个年代，然后那个有什么站什么站什么，对，各大也不是论坛，是一个网站，首站，对，首站。就叫首站，然后比如说 Super Junior 就是什么 Super Junior 台湾首站之类的，宝蓝首站什么的，然后会有什么版什么版什么版什么新人版啊什么版啊什么版，我其中还有，我记得是当过一个什么干部，哎，以前还有当过一个什么的干部，我忘记，这也不是干部，好像是版主还是什么的，我忘记了，小小的版主这样，好久了。为什么是宝蓝？他们的应援色是宝蓝色。给你们看，我要再次前进我的房间。我的，以前是不是太疯狂了？我就说我以前是迷妹型的，所以我都会觉得，就是，但是我现在长大乱花钱。不是总共，就是韩国的用法好像不一样，就是我想一下哦，我找一下在哪，问一下小时候的东西我放哪，我现在全部都追加的，等一下哦，我看一下下在哪，有点难找，完蛋了，现在全部都是追加。这是什么 ？Oh my god！ 哦，这是DD52，不是你，不是你。看一下，是你吗？哎呦，啊，可是这是一代啊，这又是什么？我看一下这是什么？哦 ，Hello， 午安，我现在在找寻。
各种。那既然都进来了，我给你们看什么叫做迷妹。这是 J 家的，这目前是 J 家的。哦，还有我的，等下学习历程档案，这边这都是长刊，外面卖的长刊。哎，我家真的寻宝，算了，不用遮了，反正你们也知道。然后这首毕业监测好，然后这些就是阿拉西的长刊吧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小杰尼斯，这都是日本的。你现在好白，谢谢。也有可能是光的关系啦。啊，接下来啊，当然不是，还是在这边。我韩国的东西到底放去哪？韩国的东西，这边全部是日本，因为日本是国中的时候追的，所以比较啊。韩国在这，韩国在这，请看。哎呦呀，在这，韩国在下面，就这样而已。然后再，嗨，我切成 WiFi， 对，看阿拉西就卡。给你们看一下。有什么呢？是神殿，给你们看，这是5×20的，哎，什么？啊？然后我的怎么不见了 ？Oh my god！ 我那个怎么不见了？什么意思？我99年的那个嘞，出道单曲，怎么不见了？哎，我带消失了，不对吧？对，现在是迷妹的房间巡导览，就跟你们说，这迷妹出身，但是都喜欢大叔团。这个也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，而且我喜欢不是说那种，就是不是说那种啊好帅什么什么，我喜欢是那种人生导师的感觉，就是会觉得他们好厉害，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的那种感觉。我当迷妹是这样当的，很酷吧？然后这就是 Super Junior 们，还有 Infinity， 看一下。给你们看看有哪些，就是感觉是比较好。对，我从小就开始翻，所以 I wanna dance 这是什么几年的、啊？韩国我很久没有接触了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是几年的。看出来你不是颜值取向，对，哎，干嘛这样？还是他们有很帅的时候啊，有很帅的时候啊，也还是有很帅的时候。而且我那时候还会为了抽小卡买超多张的，跟你们一样，就是为了要收集卡片，然后买很多张，应该是一样东西，真的吗？这是东海的小卡。然后我记得我这张碟，我买了，反正就买很多，也还好买。结果呢？怎么开都是东海的卡片。印象中，你看也是东海，怎么样都是东海，所以我就不买了。又变回喜欢帅，永乐莲是因为永乐莲还好，你还记得我第一个喜欢的是小猪。幼稚园的时候，他也是胖啊，真假的，他也是胖还是追？送给妈妈当生日，还不要哎、欸，那是我自己的零用钱，虽然也是妈妈给的，可是就是自己的零用钱。Sexy Free Single 第六张专辑，2012年吧，对，2012年的 Sexy Free Single。
等一下，拿不起来。超怀念的，小学六年级的时候。再来是什么？今天是妈妈西塔，嘿，妈妈西塔，你嘎，这是2013年的事。哎，我现在完全忘记我有买哪些，因为就是完全想不起来龟贤。然后因为我之前我就是买很多张，结果抽到东海之后我就不买了，就是不执着于小卡这种东西，超容易放弃，我真的超容易放弃的。Super Show， 这是演唱会碟 ，Super Show。这演唱会，好，命生给你们看，我人生中第一个买的专辑，人生中第一张专辑是 Mr. Simple， 超旧的，因为它这个材质的关系，然后因为已经放了，然后我又打开，已经放了快10年了，人生中的第一张专辑。一直把我推的升学包给我养，那个是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已经拿一位的卡片，他又给我闪退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然后里面小卡貌似是被我弄丢了，连 CD 也被我弄丢了，但是它是第一张，对啊，好像是因为我的 WiFi 换成手机 4G， 然后它就不稳，然后就关掉了。我上次也这样，对不对？不知道。谢北极星送的舌尖美食，再来是。Magic， 欸，我怎么都要买啊？我到2016年还要买，欸，看来我没有想象中出坑那么久啊。SJM 还有在活动吗？现在没有 ，SJM 现在已经没有活动了。欸，看来我真的是比我想象中的，这是始源。还要你看，我从来都没有抽过银赫哦，为什么？我真的是奇怪哦，刚刚发生什么事？不知道，没有。他换网络的时候有时候会这样，然后还不让我重开。都到吧，这个是出道曲 ，DNE 的出道曲，我买了两张，两个版本，所以我都买了。A 跟 B， 本命回避什么意思？本命回避，对啊，你看东海两个人，哎，重点是两个人而已哦，二分之一的机会哦，还都抽不到。可是我应该是有抽过一个啦，我看一下，让我来看一下，到底有没有一张。应该没有那么衰吧，就是，好了，这怎么没有？好吧，那好像就是二分之一的机会，为什么我还抽不到？你看，对不对？很奇怪哦，这真的很奇怪哦。那这是什么？我现在是在研究我到底。买了什么？哦 ，Super Show 3演唱会碟也是演唱会的。其实这些买的我好像都没有看过，欸，好像都没看过。这个嘞 ，Opera， 我猜这首歌的，这是什么时候的？2012年，这也是2012年。卖给妈妈换巧克力，不要，才不要卖给她。我还是要收。
我还是要说这个，这是单曲吧，因为太喜欢这首歌的时候就买了。不过我好像真的都没有看过，我记得还有一张特别大的 Super Junior， 这里是你吗？ Sexy Free and Single， 它有两个版本吧？哎，还是这个是，这个是那个哎。对，这也是那个 CD， 这也是我说也是啦，超棒的，以前的，我记得还有一张真的特别特别大的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放去哪，找一下，我还有中炫的专辑，好久以前，我这有一张特别特别大，放哪？到底放哪？我放去哪？我记得我放在，看一下，在这吗？这是我海报，插在这，里面就是各种 Super Junior， 应该是只有 Super Junior 海报，因为各种关系，让我看看，都在分享东西，对，就是突然一时兴起，我真的记得有一张特别大盘的，然后我那时候拿到，我想说疯了，我干嘛买这种东西，有够定北，然后他现在定北到我不知道我把它丢去哪里，可能被我妈不知道收去哪里耶，你看那时候好像是买专辑送的吧 ，DNE 的，我看有什么，出清到虾皮吗？但不是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明信片，而且以前他们在台湾有开官方周边店，头发是金色吗？不是，不是金色，是。是紫色，硬要说不是金色。妈妈，上一次分享些事，所以我说那个定得的专辑到底跑去哪？奇怪哩，去哪？嗯，到底跑哪去了？最大空间是鞋子，对，再看一下我的鞋子，超占空间，所以我的专辑到底去哪？到底被放去哪？断钩了，怎么这样？嘿，妈妈是大美嘎，哎呀，那在这吗？在这吗？也不在这，总感觉在这啊。已经拼好的拼图不会，这个应该就是不会了，确定，确定不会，不见了，有张特别大张的，很可怕的 size，king size 等级的专辑，哎，这个吗？我好像找到了。我是开瘦脸吗？我每周的都长这样，我没有调过。真的我没有调过，不好意思。找一下啊，嘿，我把它拿出来。我拿吗？我拿出来不会被我妈骂。来，我先运用一下我的脚，先把衣服顶住。不然，哎，我现在呈现劈腿状态，这是怎样？等一下哦，把它移过来。瘦身有成，我没有在减肥，我现在就是一个很
很 free 的状态，等到有那个活动的时候再要上镜头的时候了。活动的时候因为看真人所以不会很胖，但是等一下全部都是滴滴我的衣服，等我一下哦，库存有点多，这样好多这种圣诞 T 啊，为什么我有一堆这种奇怪的衣服，等一下哦，这是什么帽子啊，我什么啊啊，血钻石的帽子，真的是拿了很多公关品哎，有在整理吗？就是把它叠上去这样，怎么劈腿吗？就是把脚卡在鞋子上横劈啊，卡在柜子上横劈这样。好，我先收一下，要不要顺便来看一下？滴滴啊，不是滴滴我，肉肉的圣诞题在这里。出最美的一云，血钻石卡帕，血钻石的撞色长袖 T， 穿你来个单核短版 T 恤，以上，好的，把它放回去，这个也把它放回去，我再继续P回去。好，关起来。哎，下面好一件，卡帕黑色的 T 恤。这衣服做太多了啦！啊！啊！真的是，我真的觉得滴滴五二衣服做太多了，每一件都来一件，真的是有点多。我猜我下次打开一定会。掉下来。生日圣诞，我的圣诞 T 开始签了没？圣诞 T 开始签了没？没有哎，签什么？那真的是，圣诞的感动。我回来了，各位。我觉得等一下打开衣橱就是会掉下来，一定拿不到，对啊，一定拿不到。那我要拿什么？拿这个很大张的这个妈妈西塔，哎，我虽然我买了两版，我买了一版小一版大的，神经病，突然觉得我真的是这样。很大吗？他们都出很多版，让我看里面。然后呢，依旧是看不到本命，那是很棒的方太一，也是本命，超大，对对对，本命在这，真的超大，认真超大，哎，不行，我打不开。出成这样可能会疯掉，然后买很多张的人，放心，我们不会出成这样的。然后 DVD 在这，这里两张啊，好可怕，好怕折到对，这是我印象中超级无敌大的这一张，所以我要怎么放回去？不知道。应援是滴滴，不是啊，我
我一个团虽然是团饭，可是最喜欢的还是只有一个。好大张，超可怕！我那时候买回家的时候，就是整个很尴尬的拿回家，就大家都知道我是 elf 是素人真的粉丝名称，叫妖精。你们就这样。拿推车，大型的推车这样推。给你们看，我挖到的。一代锁灯，苏竹的一代锁灯。我也觉得，等一下应该被骂。给你们看，就是被说很像刮胡刀的一代锁灯。还有卡片，保护卡吧，可爱吧？但现在又出二代了，我就觉得很烦，我就觉得这真的很烦呐！这干嘛出二代、啊？还要再继续买？一个手灯很贵耶，1200，就是。真的是，手灯真的很贵。开工。哦，我把电池拔起来。我把电池拔起来。对，他反正意思是钱包又要瘦了。是一代的手灯。然后现在出二代。阿展啦，很多没办法带回家，对，所以应该不会出那么大张的、啊，放心放心。这只手灯，一代的，二代的是一个，就是二代的是分开，上面一颗，下面一根这样，然后一代就是大家说的像刮胡刀成这样，很酷吧？看一下搭那个装电池之后会变怎么样？宝蓝海，宝蓝色，很漂亮。你们看，雾好了，我就觉得已经雾好的还好吧，雾好有很大吗？连线就是连那个 app， 然后演唱会的时候就可以变色。二代就是插在这。一次买十张会觉得很大哦，原来如此。也可以中，没有，只是在分享。我要找时机买个二代，因为现在买也没有用啊，等Super Show来我再去买吧。
真的是会错来，好像宣传偶像真的超错。没有，我一定要分享我的人生导师们。哦，真的是，我后来发现，先来说说为什么。你知道尹赫现在，尹赫是舞台导演啊，就跟松本润是一样的职业，你知道吗？跟松本润是一样的职业。而且他是主领舞，他是主领舞，他真的跳舞真的很厉害，很好看，真的好好看哦。然后又很有才，然后又会唱歌，应该不是，希望会有出这样的一本。就是每次我看他们，不是觉得啊好帅哦，不是。看到我永远都是啊，好厉害哦，就是好厉害哦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，怎么那么厉害，这种感觉，就觉得、哦、我一定要以后一定要变成这样，这是我的追星心得，这有点难啊，有点难，蛮难的，但还是就是放一个目标在那里吧，放一个梦想，放一个目标在那里，都会发展成这样啊。因为要找一个副业啊，可是可以做的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啊，对不对？虽然不算那超厉害，没有，我觉得他很帅。我的帅都不是那种长相的帅，就是能力很帅就很帅。他跳舞真的是很厉害，因为我不知道、欸，可能因为也是跳舞，所以就会看，就会喜欢看跳舞的。可是，反正就是。银赫很棒啊！哈哈。五位应该是都有副业可做，有啊 ，Super Junior 也都有啊，就是会是，就是那种。哪种？可以做大型？没有，我不想做那方面的副业。其实，做副业当然是要舞台监督之类的，不然就是编舞。怎么说，我来算算我从小参加过几次甄选。一超多次。三四五这什么六次，然后 TPE 七，这个是什么八，这个咧，哦，这一样的，只是是复试，八次吧。那这个是什么？完全都看不懂这是什么。耐贴图，看颜值吗？九次，但是其实有些是被逼着去的。九次，参加九次甄选呢、欸，我从九次啊，我好像从14岁开始参加吧，十四岁开始参加，有点晚了其实，因为台湾没什么好像。谢谢铁头牛斗力王送的剪刀，谢谢阳光送的玫瑰。有一些是被逼的，然后有些是我自己后来没有去，就都进到复试了，可是因为就目标不在那，所以就没有去，是去那个香蕉娱乐，因为后
来那时候是那个就 TTP 跟香蕉娱乐一起，然后因为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去那边就不太稳定，去那边就不太稳定，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还是待在台湾好了。然后也是啊，因为后来香蕉娱乐也不真的不太稳定，所以我就待在 TTP 了，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去。十四岁不是还没减肥成功吗？十四岁那时候好像是就蛮胖的，50几吧。但是我后来参加 SM 的，就还是有留下来拍照，就是他们很棒。因为我参加几次 SM， 我看一下哦，就是两次，我参加两次 SM。第一次就直接刷掉，可是第二次有被留下来拍照，但还是没。大陆的香，对，大陆的香蕉鱼肉。那时候还有日本，那个，就是，我看一下那是谁，这是我的甄选小本本。歌手第一首，这是什么？LDH， 那时候就是进到复试吧，同时间。那你叫那金叫那金大叫，记录很多，对，记录很多，都是历史啊，历史。我后来第二次参加 SM 有被留下来拍照，就是先刘海啊，左边就一圈啊，但还是没有找我啦。人生导师的部分，对，然后后来就是一些名牌。中间好像就没有东西了，后面就没有了，就9次。给你们看以前的名牌，之前他们有签 ESID， 谁有签 ESID？把实力准备好，机会总是会来。但是有时候很讨厌的是机会一次来，然后你就是要选择。对，那是回忆，收割的功能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因为后来我就没去了。好吗？我怎么记得我是十，就是你看一下那时候的，啊，后面好像就不知道了。这应该是第一次的时候。嗯，是什么？哦，那很久嘞。就是大概以前的回忆，后来就没有，后来就是长这样了，后来就是这样，小大的名牌，然后运动会的名牌，这样就贴名牌。Madness， 当当当当当当，鲜花什么时候上新四叶草？那就是长这样。10号对不对？我也印象中，可是没有那个。谢三的，巴黎。
这首的速度真的超帅。我记得应该是跟 Mr. Simple 一起出的，超帅。我已经吃完两罐，不知道李梦辰吃完了没？李梦辰有两罐那个。特权，对啊，不知道谁耶，我自拍都完全不会丢哎。한개두개세개여세개他比我晚一个礼拜拿到。我记得我是十号。而且我那时候小时候的真熊都自己一个人去。然后有时候有些在内湖吧，三立电视台那个内湖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哎，就坐公车什么，我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我怎么去的那时候，很远。因为妈妈不准我去参加，我都要骗我妈说哦。学校童军团有事情，然后就是去参加甄选那样。我那时候我妈不让我走这一行啊，所以我只能自己跟参加。小时候没有钱，小时候真的没有钱，也不能搭计程车，就坐捷运，然后又坐公车，然后走路过去，超久，真的超久。有一个对企鹅，因为那时候模仿动物，所以是企鹅。我到现在还是觉得，哇、哦！我小时候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啊？太厉害了吧！啊、哦，关渡宫那个是已经，就是跟朋友一起参加的，就是被朋友拉去，因为我不是。我是被朋友拉来参加的，所以就是我去朋友家住，然后一起来的，一起去关渡宫。可是以前的韩国的甄选都是自己一个人，然后跑到内湖啊，跑去什么台北车站啊，跑去什么什么的。小时候没有钱，小时候零用钱可能就一两百吧，因为你就会小时候妈妈就会觉得，哎，你那么小，哪有什么事情需要花到钱，所以都会。零用钱都给很少，就一两百这样子，然后大人只能坐大众运输工具啊，不可能坐到计程车的。以前叛逆吧，我想说这是不喜欢，我想做的事情我就会自己去做的。小时候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要去做什么事情，我就直接冲出去，就是，那也会骗我妈。可是就是我就是想做啊，我现在就是想做啊。比如说我那时候十四岁，我就会觉得，十四岁如果不做这件事情，我还能干嘛？拖到十九岁才做出就来不及了，是。虽然是没有一个结果，可是就是至少都做过了，所以就不会后悔。可能就后悔我那时候没有减肥吧。然后行动派，我有时候会做，就躺着，他发躺到一半，然后就突然想到，哎、欸，
变到我，然后就冲起来跳舞。我真的是这样，我真的是这样。哪天直播带你们，这个事情我还是不会做啦，因为直播还是要做的嘛，对不对？先挑这件，好吧。就是小时候妈妈管我管很严，所以我就会觉得就很烦。我想做的事情为什么不让我做？就是在内湖那边，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进去的，好厉害哦！然后还爬很长，那真的是。吃过来了。好饱、哦，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啊！为什么又在吃啊？哦，这是那个韩文版，意志坚强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，意志很坚强。现在老了。哦，对，我就超爱这首歌，小时候的时候。我从14岁吧到现在19岁，5年啊。等一下还是照吃晚餐？不会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吃晚餐了，因为都没有食欲。Hello 小树，都没有食欲，所以我几乎都没有吃晚餐。哦，审查甄选，而且我从小，我那时候还没有学过跳舞。小时候的时候，我太晚才开始学跳舞，16岁的时候，17、16才开始学，来不及。对啊，老了就只想在家里软烂，然后变白，对，然后就这样变白，还不错吧？换一首歌，人家不理我。你说哪一家巧克力在打折啊？那我多带一把。很想去，哎，我还被留下来拍照，哎，不错吧？因为通常都是一批进去，然后就整批出来，然后我是那时候被留下来说，哎，你等我们一下，然后就等一下这样。可以长得不好看吧，长太丑了就没了。现在刚上紫色薰衣草，碎掉了。谢谢欢迎再次送的舌尖美食。要是不然我的冰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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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每周都我要再瘦一点，但是我都懒得减肥，那就算了吧。不行，还是要减肥。舌尖美食到底是拉面吗？哦，我上次吃那个拉面好腻，我真的不能吃拉面，我吃了拉面就想吐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吃一兰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吃到腻，然后但是我后来去吃那个什么纸吗？就另一家拉面，然后就真的没办法，好腻。一兰会穿衣服，谢谢。我在想过，我要不要就是 IG 都多 po 一些我的穿搭。可是我这个人就是也很懒得穿衣服，因为平常就是都在练习，所以我都直接穿运动裤出门。虽然对，就都直接穿运动裤出门，真的是有点懒，很少打扮，就是很少正常，因为我也懒得跟朋友出门，逛街都是我自己一个人逛啊，所以就很少可以。Nagi， 对 Nagi 吧，纸是吗？太有了。哦，真的吗？纸普通吗？那什么好吃的？我就是觉得吃完好腻哦，因为原本要吃花月兰，我坚决反对花月兰，我觉得花月兰很像那种油面，很像那种台湾的油面，超难吃的，所以就说好，那 Nagi 好了，这样。刺王哦哦，我是点一般的豚骨，然后加辣，但是不辣。但是比花月兰好。好呛，呛什么？你说我说花月兰还好吗？花月兰真的很像一般的油面，我是真的。到了面屋五脏啊，谢居送的舌尖美食，就是清汤拉面吗？面屋五脏不错是吗？好，我会记起来。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对拉面的恐惧消失，可能要等到明年吧。因为我今年第一次吃拉面就是在上次，跟嘉丽跟肉肉一起吃。我今年第一次吃拉面就是那时候，我一年大概就吃那一次吧。真的，一年大概就吃一次。来自平凡的女人真，听个这个。乌台拉面，恐惧的部分就是太腻了，很久没吃，想吃，对，就是太腻了。面屋切鱼也不错哦。对，我也觉得我最近，因为以前很喜欢吃豚骨，可是最近好像不行哎，不要去三兰，力道爆哦，真的假的？原来是我还没去过，我以前超爱吃一兰，真的。完全不会唱，我来看一下啊。还可以继续弄内容。妈妈是大女的，哎呀呀呀呀！三兰走浓厚风格，日本一兰，哦，我有吃过日本一兰，就好像就对，蛮好吃，就一兰是好吃的。而且我发现，就大阪那边的是有两人桌的，就不是一个一个，就是有两人桌的。我是吃道顿崛里面的一兰。
现在不能出国。妈妈是她没干，哎呀呀呀呀！电影是同哦，真的假的？一样是道顿爵里面的是吗？的人不会去吃一兰，他们好像去吃另一家，就是那时候导游跟我说的，但是我就是很想吃一兰，所以他也阻止不了我。那人他真的那时候去的时候没有什么人。谢谢哈娜送的魔法钥匙，谢谢天空动力王送的剪刀，谢谢人豪送的魔法书。哎呀呀呀呀！生命啊，当我领悟你，哎呀呀呀呀！一兰就偏清淡，应该也是。这样子哦，有可能我去的时候是十二月，哎，对，十二月，就是什么都不是，就是我只是去那边的日本高中玩一个礼拜这样。上课上个两三天这样，然后就顺便去吃一兰。天下一品，输送的有点久，什么意思？应该是走过去基安殿堂那家，我不知道，就是导游有说一个，就说日本人都吃这家这样子，但是就我都没有吃。那还有就是，当然讲到日本就是要讲章鱼烧，一直在讲章鱼烧，但是我都还没吃哎，我都还没吃。日本章鱼烧偏软，对，我还没吃，我也好想去日本呢。可丽饼啊，说元素吗？对啊，我从刚去完日本就一直在讲，我好想去日本吃可丽饼。啊，我也想去。那时候倍数一出来的时候就学了，超累，就是啊，韩国男团果然是这种等级啊，有够累。日本钓啊，我没有吃过日本钓鱼烧，我只有吃过那个百货公司里面会卖的那种钓鱼烧。韩国的皮薄馅的，哎，感觉皮薄馅都很棒哎。有缘可以说，空心有缘，清汤。你说拉面吗？几乎只靠全家还捞捞上的炸鸡啊，
Nelson 吃炸鸡。然后输入一下行程。我现在不舒服，我等一下一定会忘记，等我一下哦。因为刚刚才传来，所以有点突然，不好意思。越看越毫无违和感，什么意思？就把人家挡到头上是吗？噔噔噔噔噔！啊，好想吃老沈的炸鸡哦，那么远。忘了。晚上记得去抽签，没有啦，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是在讨另一件事情，忘记不一样，不是捞神的，那个不一样。好的，我再念一下排行榜，吃的不要不要再吃起家鸡了，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吃起家鸡了，我改变了，没有买，对啊，我以前也没有买，我先来念个排行，第十名是幻影战士，第九名是杨公公，第八名是齐生蟹，第七名是，哎，我要念日榜哦，对不起，我念错了。第十名是北极星，第九名是杨公公，第八名是用户名不能是空白，第七名是巨婴，第六名是人豪，第五名是哈娜，第四名是黄鱼，第三名是花生神魔术，第二名是田中斗笠王，第一名是黑流星。谢谢你们，其他鸡被抛弃了，没错。我后来觉得其他鸡就很腻啊，就还好。不喜欢，可能是因为我就是在也是因为减肥啊，所以就不喜欢吃那些东西了。我觉得是因为是这样，运动会加油，对，啊，哎，很快其实运动会快到了。高中我也觉得是因为高中吃太多，高中很喜欢吃鸡蛋。好的，大家。今天就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有参加运动会，运动会见。拜拜，下礼拜直播见，拜拜。运动会见。